那今仔日农历的三月二三，妈祖生，拄到瘟疫大流行，台湾各地妈祖经比往年减至少一半信徒。啊，迎接到妈祖生，各地妈祖经嘛加强防疫。手机啊，清香，大殿内面参拜民众有够多。农历三月初三，妈祖生高雄三百多年历史的香烛殿，透早真济信众。李宏表示讲，因为疫情影响，今年参拜人数比往年差超了七成。哦，这差足多呢。哦，以往人次差不多四五千呢，阮以阮的金来销是安尼呢。现目前也唔知头千外还未。来拜妈祖的信众同款真济，是讲接近防疫措施要安怎落实？李宏承认讲，只管半开放的空间，要做到滴水不漏，真困难。这就是困难点啦。啊，你要用到安尼的话，多一。一天要几个礼拜？戴两个口罩，尽量不跟人家接触。庙门前看起来真冷清，香火鼎盛的嘉义新港洪天宫，看不出来有妈祖生的场面，因为疫情影响，参拜信众差真济。减几成哦，拢一半较低的啊。因为这边因为单一动线会使全面量体温，温度37.5度，啊，就无你嘛。今年一摆宗教的大闹热，煞拄到疫情，全世界的大流行，各宗庙的做法无同款。上要紧的就是游客本身的防疫观念。